香港明报有个传言说，原来的广东省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案子呢，涉及到更高层的人啊，这是说也是超三级的，跟那个呢中城广场的拍卖案有关，当然是传言，我们就不多说了。天天两岸行，经贸场馆会前会后的天上地下，这就是怎么基本上失序了。因为上面要求10月1号怎么样的开放，结果呢新闻中心变成了公厕，它从政府运作到商业运作呢，这个来讲呢遇到了很多尴尬事啊，就那鸟太多而且随地大小便。好，那么这个海峡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谈到呢，中国大陆啊也就在奥运期间争取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法律，也就外国记者的传票不需要官员赔的，因为太多的人赔，我们的编制有限。同时也谈到了刘建超强调了，谈到中国公民能够禁止受雇于外国媒体担任记者，只能担任助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当了助理编辑、助理记者，但不能当记者啊。这事情呢大家都注意到了，至少也是新闻开放了一步。国际先驱导报继续，先驱论坛报继续的谈到了中国对新疆的一个怎么了，边疆政策的一块呢，当然也就是对少数民族政策有他们自己的解读。好，北京青年报说，第一次06年开始的就是驻外大使要履任之前要对国旗宣誓呢，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结果呢整个这个公共开放呢让大家很感动啊，当然也是呢鞠躬尽瘁啊，鞠躬尽瘁不辱使命，这是很庄严的响亮的誓言。中国时报就引述了美国科学杂志访问温总理的话说，首次说毒奶事件政府有责任，特别是在监管方面，这是呢政府是有责任的啊。台湾的媒体做了头版头条，认为说什么赔礼道歉以后一定要赔偿，所以他们也在跃跃一试。大公报整版的谈到了中国大陆的奶业大革命，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折腾以后呢，领头牛正在领导，这也是呢有关的领头的怎么呢蒙牛伊利呢带了很多记者采访的时候，用一个多月时间呢详细的看整个中国的奶业大革命即将开始了。好，金融时报中文网说，立法不要回避中国的问题，利益问题呢集团不一无是处，同时也就是所有的案件不是每一回怎么回事呢都是要怎么录像的，他呢认为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也就有些传言，因为呢，民众呢，部分民众判断力不足，容易被煽动。媒体管理中需要防止的是有一分证据说十分话，传言乃是谣言的传播，在一定的范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我们听到传言，我们就不敢说，因为我们慎重起见，得罪不起。好了，北京青年报跟深圳京报讲了德江经验的核心是公开两个字，不是张德江先生，而是讲了贵州德江县的平湖一件维权事件，一个民间的这个事件呢、他们的经验，这个经验获得了周永康书记的表扬，给了10000块他们的奖金。这关键这个擅自的问题，这是呢北京青年报也有个读者的文章，擅自是有意的，为什么关键是公开，关键是公开，跟了瓮安事件同步发生，为什么德江处理得好，瓮安就处理的不行了，贵州市的贵州省委书记也有话说。好了，谢晋先生终于走了，很可惜很可惜，但是呢这也是中国一位大师，大师的谢幕，他像一团火那样充满了激情，这也是呢一个电影艺术家一生中最好的写照。深圳特区报头版用的是看的谁呢，弘法寺的本范长老102岁的华诞，国家宗教局省市有关方面对本范长老的祝寿啊，济济一堂，就是在党报的版面第一版来做这么一个说法，就说明中国大陆呢改革开放以后呢对宗教政策是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宽松。好了，陈志聪说，海外7亿都是他结婚的礼金，原来呢很多企业界都利用这个时候呢争相巴结跟他挂上钩，没成想原来这些钱据说都是礼金。从王永庆中龙发的女婿，他就叫郑申慈，就承认赵丰金的这个董事长替扁家洗钱，洗的都是一些肮脏的钱。那么蓝方硕今天呢就讲王永庆的郑申慈，台湾整个20年来了政商关节的问题，沉沦20年的沾大教训，有些两个人比较是两种时代精神的消长，他呢也不无感慨。好了，10月25号民进党搞什么大游行，反中国的游行，诉求舞会师这个事情呢，只是怎么回事呢？陈水扁呢也要坚持上去。那对这问题呢，陈水扁提三步啊，他提三步，也就只不偏离主题，不抢麦克风，不争取上台讲话。但是呢，你要跟他谈默契，不然的话，到时候他怎么回事呢？又要抢媒体的焦点，媒体的镜头不可能是放在了蔡英文身上。
好了，陈云林也许不可能在十月二十几号呢就到台湾去，可能避开是十一月七号、十月初了启程啊。这事情呢，大家说法也都比较多了。好，那么李登辉说，等陈云林来讲呢，来拆穿九二共识是假的。那么互动成说，两岸会谈涉及的实务问题，不涉及和平的协议，认为陈云林访台二次江城会呢，是表示两岸是对等的啊，他强调是对等。那么避开必争呢，可能下个月来。学者建议他来的时候呢，为了三聚氰胺这事情的道歉，这当然是台湾的学者是这么说的，大陆学者可不敢这么说啊。那么来讲啦，江城会呢，陆委会说不碰政治，只谈实务，但是呢，两岸关系走到今天这个田地，不碰政治行吗？哎，他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杨锦麟继续给你读报。北京正式公布了新土改的决定，同时呢，温家宝总理又有什么刺激内需经济的一些说法，天天焦点。环球时报头版头条说，中国阻击世界经济风暴，认为呢风险是可以掌控，虽然部分企业困境受到了关注。那联合早报今天社论说，做好应对经济衰退的准备。看来呢，这么一个国家，它的居安思危，它有这个想法，这个呢要整个新加坡所有的民众都来关注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星岛日报说，温总理有十招全方位救市，补贴农业，扶助中小企业的，等他来抵抗这次的金融和海啸。但是第三季的 GDP 可能会回落啊！我们这里面呢，《经济日报》说了，为什么严格先预告了安定民心？安定民心，同时也谈到了这一次呢，传达文件的时候呢，胡锦涛的开幕和闭幕都有重要讲话，温总理也有个重要的讲话，而这讲话主要是分析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的问题，同时也正在确保的三保稳定，保住经济稳定，保住金融稳定，保住资本市场的稳定啊！这里面呢，还要保住社会的稳定。那么我们看看呢，《金融时报》的中国可能的剧烈下滑的边缘，也注意到第三季度的 GDP 数字可能会下滑，这面临的问题是国内经济的放缓，不是国际经济的抵御。《经济日报》说这个事情呢，增幅会跌9%啊，这事情看来还是有影响的，因为有影响，百灵达老板的潜水就跑了，1000多个工人示威，这个深圳也是不大不小的事儿。那么绍兴的江龙纺织的企业的董事长也走人了啊，这事情呢也有个房地产也关门了，这事情看来是有些波及的面还比较广。好，我们看到广交会家电出口下滑，重灾区是家电业，但是呢，南方都市报说，广交会成交额欧美能占大头啊，就是为广交会继续的打气。但是今天呢，南方都市报社论说，与中国制造共进退，广交会责无旁贷。那这么呢，广交会呢，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进出口会展平台，一直承担着向世界推广中国的使命，以中国制造。